书局买这个，然后呢？书局的门口有一台 G500。娃娃机，那个乱了。那什么毅力段啊？我不知道，我把它夹起来。那个可以打开也还有拉链。感觉它很暖哎。哎。啊、还扣到帽子哎！我们可以夹一只哎。对啊，会不会塞住啊？塞，快塞住了。我、哦、有点不好意思。好啦，就当作随便投币吧，好不好，宝贝？好。熊熊哎、欸！最后十块。最后十块。哦，是勾到吊牌哎！太软了啦，太软了！真的，卡洞了。不小心夹了三只。那个勾到吊牌哎！对啊，我完全。哎、欸，各位有看到吗？我直上直下海，我完全没有想说啊，算夹到就夹到啊，没夹到也没差，没关系那种感觉。嗯。然后这个，这根本就是随便夹嘛。对啊，没想到书局门口的娃娃机这么软。这么软啊？这是什么？书局外面的娃娃机原来这么软啊！哎、欸，被子，你打开。哦、这是被子啊。对，好酷哦。哦。打开我怕我装不回来。嗯，回去再看吧。很棒哎！好了，收工。太软了，我现在有点拍水。你知道我们才投多少吗？多少？我们才投110块。就是刚刚剩下的零钱。对啊。然后他刚有发给我，他应该想说夜生意来了。然后我现在不敢去牵摩托车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怕我走过去牵的时候，他看到我抱那么多娃娃，他会不会吓到？哎、欸，可是。这个不是他的啊，不是书局的。哦。哦因为它上面有写联络电话，牌主。哦，那好吧，没关系。OK， 好，走吧。